看来就得拿几瓶酒来。这是外国的洋酒，挺贵，拿到小卖店一卖，也能值几个钱。那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呢？小点声，小点声。你别让人唬了，那一瓶好几千呢，啊？ 行了，四瓶差不多了。谢谢你，大哥。小点声。那个大哥呀，我想了，你说我们穿这样式的，那拿这样的酒出去，保安咔就给我们摁那了，不能让我们出去。对，出不去，那不行，偷的。等会儿，来过来，你这儿全躺着放，全躺着放啊。 躺着放，完了，没事，一蒙，一蒙，啊，蒙上。明白啥意思没？这里头不是酒了，是狗了，狗窝嘛，啊，一蒙，咱就说出去啊，给狗看病去，嗯，好不好？行，你多大？你别拿，你拿保安。 偷狗，你让大哥拿，我拿着，把你们就保持冷静啊，跟着我，别那个鬼鬼祟祟的，好不好？啊啊，跟着，行行，走吧，跟我走，哎，大哥跟着你走，嗯，行，行了，那就我走去，啊，保持镇静。 江硬，大大方方的。没有那样，大大方方。哎，现在这狗啊，太矫情了，没办法。你好，请问先生，你们几位是干什么的？啊，我是那个富坚他们家的，他呀，就是他们三个人呢，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狗病了。 他们去给看狗的病，嗯，对不起，耽误你的时间了，走吧，拿着吧，哎，完了就是稍微快点，哎啊，完了家里挺惦记，哎，行，大哥咱走吧，走吧，哎，你们先回避一下，我说点事儿。 见着你老舅呢，就不用提那个富吉安呢，在北京，盖大楼不给钱的事儿。是，我觉得这是误会。是，他干那么大，不差你们这么点钱，对，是不是？是，嗯，您放心，完了，给你老舅带好吧。谢谢大舅。嗯，走吧，啊。 少了四瓶酒，这我一走，成了无头案子了，不能走啊！一人做事一人当。
大哥。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啊？哦，刚才我是去遛狗去了，是大哥一个人在家。去看看。怎么了，二哥？这酒怎么没了？什么酒啊？这摆的可都是我特意收藏的好酒啊！大哥，大哥。你睡了？没事。哥，你怎么不在医院里待着呢？是啊，大哥，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呢？啊。大哥，我楼底下那酒柜啊，有几瓶酒不在了，你看见没？喝了。你喝了好几瓶呢，你全都喝了，四瓶，就四瓶。啊，你把四瓶都喝了？哎呀，大哥，你怎么还喝酒呢？你忘了大夫怎么嘱咐你的？馋了。大哥，那个，那酒瓶哪去了？扔了。扔了。你都扔哪儿了？我迷糊。哎，大哥！大哥，可能真的醉了。大哥，那你歇会儿吧，啊。
走，晚饭好了。啊，你让大哥也下来一块吃饭吧。叫了，他不吃。哥，吃饭了，哥。您现在看什么书呢？《史记》。哦。哎呦，这本书您看了好多年了吧？常看常新。我们单位现在有些人呢，都在看历史，有的看《三国》，有的看《孙子兵法》，还有的人看《鬼谷子》。可能是想迅速提高一下自己吧。我就是没时间。等我有时间的话呢？我也重温一下三国，和爸交流交流。你们那是看历史吗？历史是那么学的吗？你们那是研究谋略吧？各取所需吧。读史使人明智，谋略呢，只是雕虫小技。爸，哎，那个。我看您最近脸色挺好的啊！别兜圈子了，我知道你们是干嘛来的，急召的事儿吧？我已经给周局长啊通过电话了，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们最好啊亲自去拜访拜访，看看他的意见。你们去周局长那儿的时候，带点好的礼品去。谢谢爸，谢谢妈，让您二老为我的事操心了。对了，妈，周局长，我就见过他一次，而且都是好多年前了。你说他会不会不记得我了呀？人到心已到，人情难却，他怎么也会给个面子的。重要的是啊，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实事求是。啊？我知道了，爸。嗯，那我们明天就去了。好，你不会是看错了吧？怎么会呢？咱家门口装着摄像头，院子里门口24小时监控，而且我还亲眼看了那个监控录像，是大哥领着那几个人用狗窝把酒给拿走的。那几个人谁呀？
不知道啊，我一个也不认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大哥怎么可能偷你的东西呢？说的也是，看来我们只好去问大哥了。居然装醉把床扒，人家录像他把你录下来了，你还在那愣扒瞎呢？谁让你不跟人公检法？爱咋咋地就这么地了，爱咋咋地就这么地了。可是毕竟是自己弟弟。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卑下了？调调，调调，调调。你好，票买好了。拿好了啊！哎，还有这个，这个是那个，是我师傅北京的电话号码。你这个揣好了啊，别弄丢了。你一到北京就给师傅打电话，就跟他联系啊。你到北京之后啊，你替我给师傅问个好，你就说我挺想他的啊。完了那个，你告诉他有时间，别忘了回来看看。小宝，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们两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没事儿，这算啥事儿啊？师傅交代给我的事儿，你一点事儿没有。哎，那个，你好，我跟你说啊，这北京这地儿大，那车多人多呀，你带着乐乐，你得注意安全啊。嗯，行，那我先走了。完了，你注意安全啊！你在这儿吧，乐乐，听妈妈话啊！你好，注意安全，我走了啊！哎，哎，大哥怎么还没下来啊？啊，我叫他，他说不饿。吃不下去，那我就叫他吧。哎，别介，小你坐着吃你的啊，待会儿我去叫。大哥，哎哎，你是什么事儿啊？啊，没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你还是回医院去吧。这个心脏不好啊，可不是小事儿，你还得养一段时间。哎，另外啊，我最近比较忙，你呢自己好好的玩，我就不陪你过去了。好，完了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好。
哎，那我走了啊。哎，我弟呀，占全国贫困人口1/7的云南省，把改造中低产田、促进农民增收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抓手，科学规划整合资金，全力推进中低产田改造。请听中央台记者王茂盛、陈红艳，云南台记者施艳涵的报道。喂，新闻啊，今天的会议都安排好了吗？啊，好，好。哎，小伙，一会儿你到哪儿啊？我送你。不用，哥，你不还赶着开会吗？你就正常走，把我放到四环就行了。哦，那行，一会儿到哪儿停，你说一声啊。嗯。哎，哥，我今天想去你单位玩玩，行不行？什么？哎，你不是要回家吗？今天怎么没课呀？有课，但是不想上了，没意思。我公司有什么好玩的？哎呀，你就让我去玩玩呗，我保证不捣乱。你该开会开会，该工作工作，我保证安安静静的在旁边待着，好不好？你偏向。大哥一来你就主动让他去，我们主动要去你都不让我们去，我就去。大哥。哎。大哥。哎。我出去一下，早餐呢就在桌上，你下来吃吧。不饿。那我走了啊，大哥。幸福，你幸福，我才幸福。喧嚣的世界里，常看不清楚，只为你的路上不再孤独。让我们牵着手，去寻找幸福，你幸福，我才幸福。人生的岁月里，有芬芳几度，只愿你的脸上春风常驻。啊，幸福，风里错过，路上追逐。啊，幸福，梦里相约，爱里守护。得到了是因为，是因为没苛求，失去了也不必，也不必太在乎。啊，幸福。二啊，我回去了。昨天晚上你跟小五唠那些嗑，我都听见了。这个话里话外呢，说大哥有点败家。你们是不知道，不是大哥败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昨天下午啊，我帮那几个小伙拿那个洋酒，那几个小伙是来要账的。要工钱的，还都是东北的。其中有一个吧，是顺城那个邻居大名字的外甥。哎，所以我就想，你说，如果这孩子要回到顺城，一说说在北京给我们老夫家盖大楼，不给工钱，你说丢人不？所以我就认为说，给孩子拿几瓶洋酒吧，这属于小败家。
如果说这孩子回到顺城一说，哎呀，老父亲在北京做人不讲究啊，这个败坏了咱们老父亲的名声，这是大败家，你说是不是？另外吧，在北京这些日子啊，帮着大哥打造这个幸福的生活挺好，但是也不是特别得劲儿。但不管怎么说吧，你们的孝心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啊，所以我就对一直以来对大哥呢孝心的全体老父亲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女的敬礼，男的飞吻。那行了，大哥就走了啊，再见了啊。完了回去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啊，再见，再见，不用送了，回去回去吧。可以了。张强，是我。有事儿吗？有。还是那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没什么计划。你让我回捷安集团，我也照办了。我不明白，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障碍？不光是你工作的问题，我想了很多。对这件事儿，我想比较慎重一点，再考虑考虑吧。能告诉我，还需要多长时间吗？说不准。早上好，董事长。您好，季平。辛总监好。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一切就绪，销售部的资料也准备齐了。董事长还有什么吩咐？今天这个会比较重要，我希望中途不要打断，一般的电话都给我当掉。明白了。啊，对了，我家小五今天没什么事儿，你带他在公司各处去转一转。好的，谢谢啦。走吧。嗯，好。哎，哥，你不用管我了啊。谢谢。动车组。哎呀！来，季平，喝水啊。嗯，谢谢。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来找我二哥玩。哎，想不想吃东西？你有吗？那当然有了。那看看。您啊，挺有货呀！自己不疼自己谁疼？还有呢，来，新总监，嗯，你最近过得好吗？还行，嗯，还行就好。哎，对了，大哥找到了吗？在我二哥家。季平，
你们为什么要把你大哥接到北京来？我们从小父母没得早，是大哥一直把我们照顾大的，所以他不光是我们的大哥，还是养育我们的人。你看，我们四个都在北京，你也知道顺城那个地方条件还是有限的，他一个人在那儿，我们实在是不放心。以前他给我们，现在只要我们有的，我们都愿意给他。在我心目中，哎呀，说不好。总之，总之，在你的心目中，你二哥、三哥、四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吗？嗯，可以这么说。哎，同样，在我二哥心里，大哥的位置也是特殊的。有些事情，大哥就可以，别人就不行。明白了。说着你呢，你就来电话了。果啊，你猜哥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哥在火车上呢。哎，我这就要回顺城了。啊？你说什么？哥回顺城了。不是哥，你怎么先斩后奏啊你？这怎么叫先斩后奏呢？这不给你打电话了吗？那你不也已经在火车上了吗？哥，那老不回去还行了。那在北京幸福生活已经过完了，该回顺城过幸福生活去了。那我二哥知道吗？我没跟他说，那个我给他录像了。你让他单独看录像就行了。录什么像啊？就他们家那录像。行了，不说了。完回去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咱们再细唠啊。喂，哥。喂，哎呀，不行，哎，我得找我二哥去。哎，吉平，别急，他在开会呢。哎呀，不行，要不然该来不及了。你放心吧，我尽快通知他，好吗？哎呀，那尽快。谁呀？没好啊？哎，是我。哎，你在哪儿呢？这是？我现在在火车站，我刚到北京。啊？师傅，您在哪儿呢？我跟乐乐，我们想见您一下。我也在火车站呢。你出站没呢？啊，我现在就在电话亭。啊，那你这样啊。那个，你看啊，就是那个车站有一个北一出口，完你就在那个牌子下边等我，完咱们在那儿汇合，好不好？哎，好，好，好。那不见不散啊！根据董事长的要求，也为了完成我们公司的销售计划，我们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做出了这份销售策划。董事长，虽然现在有一个刚性需求的支撑，但是在观望态度的驱使下，成交量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持币观望的情绪非常浓厚，我们建议下调价格。下调多少？最起码5%以上。5%？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可是现在很多楼盘都在搞促销，下降幅度比我们只多不少，所以我们经过深思熟虑，
坚持5%。你再说说你的方案吧。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列车旅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儿子，儿子，你想爸爸了没有？爸爸。哎，你们怎么到北京了呢？孩子病重了。哦，没事，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慢慢说。哦。来，你们走，走，走啊，慢走。董事长，能不能以您个人的形象，作为我们公司和楼盘的形象代言呢？可以考虑。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用这种宣传公式来作为我们的销售手段，也就是说，用创意来代替加价。急事儿吗？你大哥打来电话说他回东北了。就这个事儿啊？你妹妹在办公室等您呢。嗯，好，我知道了。好吧，情况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你们两个把这两套方案送到我办公室，我再仔细的看一下。之后呢，我会给你们一个决定。我需要你们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不是决心，不是信心，而是数字和日期。另外，再通知一下财务部，核查一下最近在建楼盘的资金情况。汇总过来，尽快交给新总监。我走之后，那个经理和小宝表现怎么样了？对我们都挺好的，就是这孩子病太重了，小宝就给我买了火车票，说让我们上北京来找您，带孩子看看病。孩子病得看，那个打算玩两天再看，还是我们不玩，就想赶紧看病。行。师傅，啊，你不是在你弟弟妹妹家住吗？嗯，你怎么跑到火车站来了？啊，本打算今天就回顺城了，完了跟弟弟妹妹也告完别了，这不接你电话了吗？不过没关系，这个孩子病该看得看。我们又给您添麻烦了。没事。调一调，不是那个，我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小宝，哎，二哥，你会开完了？嗯，哎，大哥打电话说什么了？他说他这就走了，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他没说别的呀，他没说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让他不满意了？哎呀，我问他了，他什么也没说，就说让你看录像。看录像？是不是昨天我跟你说话被大哥听见了？哎，哥，要不咱先回去看看录像？哎呀，看什么呀？那就是个监控画面，根本没有声音啊。让我们牵着手去寻找幸福，你幸福我才幸福。喧嚣的世界里常看不清楚，只为你的路上不再孤独。让我们牵着手去寻找幸福，
你幸福，我才幸福。人生的岁月里，有无芬芳几度？只愿你的脸上春风常驻。啊，幸福，风里错过，路上追逐。啊，幸福，梦里相约，爱里守护。得到了是因为，是因为没苛求，失去了也不必，也不必太在乎。啊，幸福，幸福，得到是福，舍得是福，知足才是最幸福，知足才是最幸福。啊，幸福，幸福，得到是福，舍得是福，知足才是最幸福。